这里的鹿真的好多呀，我们吃个饭一走出餐厅，转头就看到这么大几只趴在草地上，好大呀。哇，在路边就有一只鹿哎，我们要从它旁边过。这旁边到处都是那个森林警察，怕别人去接近鹿。哇，大真的是巨大，我激动我激动，巨大。哇，公路哎。哎，转过来。哇，很难见到这么大脚哎！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点都相当好的。